科技主题嘅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可能喺年底之前全球达到3000亿美元。其中以 AI 为重点嘅 ETF 去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350亿美元。中国亦都系投资者下半年嘅关注焦点之一。GlobalX 恒生科技 ETF 2837喺3月30日喺香港交易所上市，短短几个月已经成为全港第三大追踪香港恒生科技指数的 ETF。 2837以低至 0.35% 的管理费，令到投资者简单高效地投资于30间最大的科技公司，涵盖云端运算、数码科技、电子商务、金融科技、互联网和自动驾驶。未来资产全球 ETF 资产管理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。旗下 ETF 品牌 GlobalX ETFs 致力于开发尖端科技投资机会，直至2023年3月，已经有5只 AI 相关的 ETF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。我们追贴市场趋势，为投资者提供前瞻性的投资机会。